打替补真讨喜。库明加被追梦格林贴头鼓励和拥抱，赛后还被追梦科尔一顿夸。 NBA 常规赛，勇士队在客场历经加时战胜火箭队，库明加替补出战表现惊艳，他全场投篮12中7，三分3中2，砍下23分6篮板，正负值正18全队最高。他在加时赛3中3独得6分，率队取胜。在勇士队胜局已定后，库明加下场便得到追梦格林的热情迎接，他贴头鼓励了库明加，还与其拥抱致意，表达对库明加出色表现的认可。不仅如此，追梦赛后对库明加一顿夸赞，他表示自己不希望库明加喜欢打替补，相信库明加会成为一名超巨，肯定库明加在打替补后变得更出色，还帮助勇士队赢球。追梦还盛赞库明加比去年更成熟了，能以平常心应对角色变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已经是库明加连续第3场替补出战，但他表现出色，场均砍下 18.6 分，完美适应了新角色。勇士队主帅史蒂夫科尔赛后对库明加也是赞不绝口，他称赞库明加对于角色变化的适应非常完美，这是巨大成长，他为库明加感到无比骄傲。